先生就是警务局的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严格哈。好，刚刚姐大姐有问啊，什么问？为什么叫会走的树？布农族以前都是住在1000以上海拔、1500海拔以上的山，我们被日本人怎么样分下来之后，老人家来这边看到这个树。米瓜都露个手，马拉木伦都马拉木拉南都啊，就这么简单一段，所以我们叫会走路的树。刚刚那个话什么意思吗？这个树为什么跟人一样会走路？走路就算了，要跌倒的时候怎么样？要跌倒的时候还会拿拐杖，哎，因为布农族以前在1000。